Hello，大家晚上好啊！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现在的这个季节，脚丫特别好吃，就底下那个部位，你喜欢吃的你可以吃，不喜欢吃的可以不吃，没有那种特别硬的那种黄色的黄，因为是季节的问题，但是仍然很好吃，知道吧？看见了吗？还没有成那个黄色的硬黄，但是也非常好吃。发现是我做的好吃，但是有一点像黄了，你看见吗？有一点像黄了。我告诉你们回家怎么加热啊，你们回家把它放炒锅里，可以微波炉加热3分钟左右，这第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就是把它放炒锅里面，少加一点水，热透，因为这里面汤不，你要不加水肯定会糊，热不透，少加一点点的水，热透之后，就是水热没有了，就剩这油汤的时候，加一点圆葱香菜，压点香菜一翻炒。如果你口重，是南方的宝贝口轻，你就多放点配菜，咱们北方的宝宝口重就少放点配菜，特别好吃啊，特别的香，是香辣带点麻的口味。我儿子，谢谢，又比我跟那个小苞米。我儿子今天开学了，妈都死了，你吃吧，放你吧。你要吃辣吗？给你个吧。